我们一样是木乃伊，一个六个，一个四个。可恶。嗯，好啦，你去写信啊。关闭。那再来就是说，点开这个啊，就可以写信了。然后这个是最低产量。那时候我看不懂这是什么，是鱼竿跟我讲说，这就是你会维持在多少数量。那就这样子。那他写信就是要1块钱再加5个木头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写信写到没有木头跟。这样子吧，开工。建造，然后这个呢，受害者就是受害者的房间，我们就是放一盏，放这里好了。然后建造受害者，再放一个灯，要金属哦。哎呀，金属哪里有哦？哦，这个是金属。啊，叫他先来挖这个矿。得写信啊，我看一下。骷髅头写信，那不要挖啦，不用挖了，赶快写信。快写信，建造。然后你这个啊，都可以先盖。当他一有材料的话，就会拿材料过来盖了。哦，不懂什么？你是不懂哪一个？就是他写信啊，信就从木头获得啊，不是甘蔗，而是木头啊。看2封信了，然后他现在，那再就是。这游戏很奇怪一点就是说他们会搬东西嘛，可是就是说他可能要搬东西，他会抱着肉到处走一圈，再把肉放下，然后去搬别的东西，很奇怪。你看，像他在搬的这东西是要来盖这个的，然后又搬木头，再搬一个木头就过来了，可以看他的路线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搬石头，不懂，啊，就是木头跟石头，那就来盖这个东西。我的精准呢？再來就是我们还要盖厨房，可是厨房要盖哪里耶？建造，建造房间板，应该够吧？工作，然后，等一下哦，我现在先让我脑袋清醒一点，好，这个。我只是示范呐，啊，之后我要玩的话，就是可能记录就是清掉，然后玩一个自己的记录档，不玩自己记录啊，玩一个记录啦。因为现在这只是暂时应急用而已，不是之后要盖的。好，然后还要盖他们的宿舍，烦死了。照理说应该是退取会延迟一点点。啊，我们先加速吧。好了，那再来就是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写信？哦，3封信而已，4封，然后5封信，那5封信之后就可以点这个。看好哦，要怎么骗人嘞？你赢得了一套20K 镀金的餐具，就这样子。
等一下、喔，有一只长得像蟑螂的，不知道什么虫，跑在我的键盘下面，跑下去，跑下去。嗯，跑下去了。哒哒，不见了。嗯，跑掉了。好啦，饶过你一命。好，我们就选这个。这就是每天不是啊，就是只要有收到两信的人，会有两个过来。好啦，我们继续盖这个。是啊，但愿就是可以赶快弄完。啊，不对，等一下哦，建造。因为我们现在外面有肉、有骨头、有大脑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把食物存进来，不然人看到的话，是你看到会不会怕？应该不会啊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工作，然后他这边说，哎，还没有说好，建造房，啊，这个是可以把人分尸的桌子。然后你要，就是他脚下，他有那个脚印，就是脚印要让人踩得到，不能像这样子盖。这样的盖没有人会做，所以要在这个位置，那就这样盖下去，然后顺便进这个好了，不然他们一直会哭说没有桌子吃饭会不开心。建造。好、哦，我要解释一下啊，就是这个嘛是存食物的，这个是存就是各种材料，石头、木头那些，然后这个是存宝物，就是装备啊、药水、安，这个就是存钱，那这个就是只能存一个钱，但是它就是有加东西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蒸鱼哦，好啦，先这样吧。看有没有倒霉鬼进来吧。啊，他们现在注意哦，我先把这个敲掉好了，去交工作不是？这个不是普通的门啊，我要的是哦木墙，这个敲掉，因为他们现在。这工只有工，哎，就是你先放下去的东西，哎，我不知道，它就很奇怪，会从左边盖到右边，啊，所以这个他们进不去，这是门，进不去，所以他们刚刚就是没有事情做。不会，木头够啊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刚刚有东西升级。OK，一封信。OK， 好，继续，就是等级提升。要杀死一个受害者，盖了三个密室。好了，我们三个密室快盖完了。要把门补上，就是三个密室。受害者是什么房间？就是。我们要杀人啊，就是要有要修啊。你的一个仆人需要睡觉啊，去睡啊。要一个睡觉的舒适的床，行。等一下再说吧，我先把。我觉得等一下优先度调一下，我们先把东西搬进去，不然等一下受害者看到就是会跑掉。你看他搬一搬，他睡着了，然后他继续写信。好像醒来啊，等一下有人就来了。
后啊，这个东西也可以你指定它，就只能放肉，放你想要的东西，不然它就是你看这边一个，这边九个肉，它这边31个肉，这样就很浪费。改革员工宿舍呗，建造，其实我现在也还想再研究一下下啦，因为这样嘛，不啊，这是墙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工作建造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盖员工宿舍就是。那、啊、没关系，反正我盖就知道了。就是要一个走廊，一个门，然后床的位置，所以会有点不对称，没差，随便啦。所以这边，因为我想要床头有一个照明，不是照明啊，就是它里面有东西。建造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应该有吧？这个你有看到红色的字，会增加邪恶度。然后我想说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跟鱼缸玩的时候，就是在现有的情况下，就是他们睡很像不能翻身的位置，就很挤。他想说，就是如果床头再盖这个东西的话，增加邪恶度，他们会比较开心一点点。那骨头欸，等之后吧，因为这个东西盖上去可以加更多，所以先预留呗。工作。建造，这是门、床、床头，房间这样子，哦，的房间，第二个房间，第三个房间，啊，第四个房间要挖掉，这边要挖掉，这边挖掉。那这边先取消工作，不然等下跑来挖这边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哦，来来，受害者来了。那等下就是我们要躲起来，杀掉他们。等一下呗，等这个时间倒数到零，就可以。等到人了，安安哦。一手哦，烦死了！等一下哦，我还偷播广告。让我赚点钱儿，我们加速一下下吧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安安，感谢小龙谢定啊，我来现在讲一下了。现在人来了嘛，啊，他们现在还继续工作，所以他可能会到处走。到处走的话，就是可能会吓到人。阿童开始即兴了。啊，吓到人的话，就是会人会跑掉，跑掉的话就是会告诉大家说，这边怪怪的啊。好，那、啊、点这个之后，他们就不会动。他们现在就是备战模式。先来这边好，一个来这边，那、啊、你过来这边。那、啊、现在这是备战模式了。那、啊、就等人开门进来。啊，我们也可以盖。